阿姨，得让我们顿顿呐小心那些贼心不死的人。这知道的以为是送水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送思念的呢。阿姨您放心，这送饺子的人绝对行得端坐得正，不像某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只会拿水饺说事儿。对了，早上的时候我看到叶家辉了，他说去给赵阿姨做针灸。他跟你说了没有？不瞒您说阿姨，我现在正在尝试着追求何顿。这样，挺好的，小叶。你真的可能不是特别了解顿顿这个孩子。我虽然是他母亲，但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不会听我的，知道吧？你要是真想追求他，你就大胆追求他，去对他好，知道吗？这是一定的，我这不想着多替他分担一些吗？谢谢。赫顿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弟弟，怎么他不常回来吗？怎么了，阿姨？对不起，我要去趟洗手间。阿姨，您现在腿上扎着针，不能动。要去，请把我拿下来。好。想喝点什么吗？可乐吧。我们家就没有可乐，没人喜欢喝那个。俊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您可以说出来，您可以告诉我。四个星，夏天，俊俊，阿姨，是我呀，阿姨。阿姨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大人参。哎呦，这花好多钱呢！人参好啊，但是你以后不能买这么贵的东西。阿姨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在饮食上可得忌口，像人参这种东西不能吃。哦，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啊，那你讲讲。这人参啊是补益的药，是补气用的。你有高血压，吃多了人参之后会让你的血压升高，还会导致头痛失眠。哦，小叶说的对，我真的有一些血压高。哎，没关系，阿姨，您看咱还有冬虫夏草。
阿姨，这个泡水喝特别好。我知道，冬虫夏草是好东西，但是以后冬虫夏草现在虽然流行，但阿姨，您是湿热体质，调理身体最主要的就是祛湿祛热，吃了虫草会让你生湿生热，也是不建议食用的。老年人都有些湿热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燕窝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燕窝不错，性温。 但是阿姨，您不知道吧？这燕窝最主要的就是蛋白质，其实和鸡蛋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。我们不如吃鸡蛋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们赵老师跟这些保养品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关系，阿姨，咱们食补，我给您买了很多熟食。哎，您看看。哦，好，这个好。阿姨，咱食补可得更注意了，咱得选择优质的蛋白，像这种。 说不出来了吧？咱们得讲究营养均衡，这种大鱼大肉吃多了，不利于心肚子里的恢复。饺子，饺子总是健康的吧？思念牌水饺，阿姨，我之前给贺顿送过，他最爱吃这个，他们家馅儿大。阿姨，得让我们顿顿呐，小心那些贼心不死的人。 这知道的以为是送水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送思念的呢。阿姨，您放心，这送饺子的人绝对行得端、坐得正，不像某些有贼心没贼胆的，只会拿水饺说事儿。把水饺拿过来，马上做水饺吃。谢谢阿姨。 没有交流，我根本干预不了。看着很像，不是我亲生的妹妹，她就不是合格的妈妈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想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英国著名乐队的 Def Leppard 的一首歌， Long Long Way to Go。 Def Leppard 乐队的鼓手因为一场车祸而失去了一条胳膊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，而是将鼓的位置组合调节成了自己最舒服的方式。或许因为他只有一只手，所以他每一次的击打都显得格外的有力。 每一击都如同打在了心脏上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或许你正在拥挤的地铁上等待的上下班，在出租屋里啃着面包，面对着绝望和痛苦。但我真心的希望，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可以被这样的音乐和故事所治愈，或是被这种顽强的鼓声燃起新的斗志。人生的路还很长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温暖的故事。 值得我们去热爱，让我们去拥抱和热爱这个世界吧。或许所有的苦楚，都会因为还有爱和在意而燃出希望。 世间所有的不幸，都来自于彼此的在意。 Thank you.